吃的，看这个在吃。哎呀，能看见不？好吃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在成都那个什么海南地区。停车，出货，这样的停车，嗯，会停。
真好。没有他这个好几个大妈妈妈。他上班，他要上学。这个他写的好。可以。咱们休息啊。这鸡笼啥子？你们怎么这么聪明？